为什么你们每次到最后的时候会跑位？您好，欢迎收看《时事关键》，我是吴丽婷。我们都知道啊，本地有大大小小的合唱团，著名的呢也不少。可是有这么一支合唱团就比较特别，怎么个特别法呢？我这里要说的就是蒲公英合唱团了。《时事关键》今天就邀请到了蒲公英合唱团的指导老师林颖倩和林颖芷这对姐妹花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啊这支享誉国内外的本土合唱团的音乐故事。哎，颖倩您好，颖芷您好，你好。哎，是的，颖倩，首先我想知道啊，为什么当初你会想要成立这一个蒲公英合唱团呢？这个缘起应该是可以追溯到2000年。我们当时其实不是说想要办一个合唱团。倒是因为我当时是想说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创作比赛，然后我就安排了跟选拔了7个人，然后7个人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到最后我们也得到相当好的一个肯定，我们拿到一个全国亚军。全国亚军。对对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哈，我就觉得说是很有收获的。然后我当时就问那些学生说，哎，我们这样一路走来，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们这样比完啦，然后是要继续走下去，还是就解散？那群学生就跟我讲，老师走下去，所以我们这样就一走就走到今天了。对，一走就走了13年，是的。那么从当初的这个师生组合啊，就是说当初你招来那些学生和你们一起组团，到现在由你们两个人两姐妹合璧去，就是那整个过程的变化，可以谈一谈吗？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当然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这个是一个成长的路。刚开始只有7个学生，而且是比较随性的这样子安排7个学生来演唱我的作品跟另外一个美术老师的作品。到现在我们其实是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有发了自己的专辑，我们一路走来应该有发了13张的我们自己的专辑。然后到我们上个月我们也自己办了这个跟口袋音乐办了这个音乐剧，也算是我们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尝试。那么你们要如何坚持啊？其实13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对对，你们是如何去坚持的？如何是坚持啊？我觉得这个坚持的力量哈，应该是互相的。因为这13年来，我们其实带过很多的学生，然后这些学生他的成长、他的改变跟他的收获，很多时候呢，无形中我觉得我从他身上也可以学到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互相、一个互动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凝聚力，然后也让我们觉得说这个动力哈，其实很多时候是来自学生，也来自很多支持者。啊，还有我们的观众一路以来一直支持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长啊、我们大家的父母等等，是，所以这13年来我们能够这样子走来，还除了我们自己，还有身边很多很好的力量，就是他们给予你们支持。是。那么你们的团员里面主要都是学生吗？我们其实是有，其实是一半一半。有一半以上是中学已经毕业了，中学已经毕业了，有些是在籍的大专生，也有些已经是在职场上，对，在工作的。我们的团员就是这有一些是飞机师啊，有些是厨师啊，有一些是工程师啊，对啊，那还有那个会计师的都有。 对，就是他们有兴趣。是，对，而且我他们就是从中学学生时代就这样子跟着我们，跟到大学毕业，然后到职场，对，还是在我们团里面。是，那么目前活跃的那些团员大概有多少人啊？活跃的大概有50几人。50几人哦。对对对，这么大的人数，你们要怎么去？因为据我所知道的，你们是以免费的方式来提供训练的，对吗？是是。你们要怎么控制学员在那个纪律方面的问题呢？不要迟到啊，要尽量出席啊，这些怎么控制？其实在
比较早之前的这个方式哦，刚开始是我在学校是老师嘛，然后的学生我就是说比较是我需要去管理这一块。不过我觉得说这些学生慢慢长大之后呢，他们会形成那种他自己已经知道是应该要怎么做，什么东西什么是可为，什么是不可为，然后他会指导他们的学弟学妹，然后他们自己也会以身作则。所以其实到最后我还相当轻松的我不太需要去处理学生的举例的问题，因为他们有时候比我还要严格。对，他们会对自己自我要求，名师出高徒青出于蓝我觉得应该是都是这样子哈。对对，是是。所以就是说不担心，其实也没有特别担心，就是学员方面他们会自己没有那个纪律的问题。比较我觉得在我们团体跟一般上我看到的团体，我们有一点就比较不同的，然后就是他的自律方面。嗯，这包括说不只是说迟到还是这些不出席的问题。我觉得说因为在我们的团体，参与我们的团体，其实大家都是比较忙的。对，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要读书，要兼顾，还要演出，要表演，而且是不是一个普通的表演？我们很多时候是可能有去到一个比较国际化的，或者是上到音乐剧这样的舞台，所以训练时间也是很长。所以他们自己在安排时间方面是很重要的。然后我觉得说在这一些点上，他们其实做得相当的到位。对，会把自己的部分安排好，所以不会只是普遍浮现上那些迟到早退的问题，那个倒是不是我们团内主要的问题。是那在训练这些学员的时候，你们一般上是怎么招待这些学生的呢？早期的话就是我就是看一些可能比较有缘分的同学吧。缘分有缘分的同学，然后就大家的就是相处，就觉得说要不要来参与看看这样子。然后后期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成长嘛，然后这个成长过程中就是每一年也在国内很多比赛都得到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到最后我们这个团体就是的人数越来越多，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我们就是不要只是这样子老师教，等下有些老师没有教到还是忽略掉，然后他又没有参与，这样又不是很好，所以我就比较公开式的，就是每一年办一个 audition。在哪里办呢？我们就在我们新华中学的母校这里啊，母校都会给我们一个免费的场地，是，所以我们就有办这样的 audition， 就是招来那些学生，对，像他们音乐有热忱的，是是。对，然后 audition 的时候只是公开给当地该校的学生，就是新华中学的学生，还是有开放给其他学校的学生？我们过去都是就是比较在意我们新华的这一块，因为宣传方面比较容易，对吗？也不完全是这样。是是，不过我们现在就是比较 open 的，就是说就是都可以，我们都欢迎。就是反正是年轻人又热爱音乐的话，我觉得说我们老师应该是要有教无类，应该也不要分说今天你不是新华的还是怎么样，我们就不教你啊。所以我们是持着说有教无类，然后可以的话，我觉得说我们的力量可以影响多少的年轻人，我们就尽量这样子做。是，好的，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好，稍后回来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别走开。Catch Bernama Today every weekday from 9 a.m. onwards for the latest news, lifestyle stories, interesting personalities, only on Bernama TV.
欢迎回来。是的，刚刚我们就谈过了这个蒲公英合唱团成立的这个经过啊。接下来我想问的就是啊，蒲公英合唱团呢、啊，每年都会在国内外进行这种各种大小型的这个公演。我想知道你们如何解决这个筹备这个经费的问题。经费哈、哦，我们很少去考虑这个经费上的问题的。对，那么你们要如何去？就是你们要一个表演的话，总是需要有那个资金的哇，对吗？对，其实到最后有时候我们随时就是我们自己要去垫这个钱的。对，由你们自己去垫那个钱。是。有时候比如说有一些单位他邀请我们去演出的话，通常他们会提供一个交通。提供交通给我们，提供一个膳食，这样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最基本的要求，对，就是只有这样。像这一次的这个音乐剧的部分呢，我们是有一个合作伙伴呢、就口袋音乐。口袋音乐就是彭学斌跟林丽芬他们负责，不过他们也是有自己主要的一个正职，就像我们一样有自己的正职，这个是业余的。然后业余的部分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爱好、我们的理想，然后大家就想说把这个东西做好。然后做好的时候，金钱也不是我们主要的一个考量，赚钱也不是我们最大的考量，主要还是说给我们自己在我们的音乐的路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实践。好像据我所知道的，你们不久前才有一个刚落幕的这一个音乐剧啊，就是《墨西哥奇幻之旅》。你们那时候不是有卖门票的话吗？其实这个墨西哥哈，严格说来，就是一开始要做的时候已经注定要亏本的。因为我们即使我们总共公演三场，是其实三场所有的门票都卖完，我们还是要亏的。对，一开始我们就知道的，对，我们的制作费原本就已经高于门票。不过我们没有考虑那个制作费，我们想说那个制作我们能够好，我们尽量做好一点。那么可以谈一谈你们接下来啊，在七月的时候，七月中将会到法国那边巴黎去表演，对吗？可以谈一谈那个表演吗？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其实一路走来，马来西亚的这个佛光山一直有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啊，对，所以呢，我们这次在五月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领袖培训营，这个培训营我们要现场指导差不多千多位学员，千多位学员，然后就我那时候有教他们一首歌，那首歌是我跟觉生师父一起写的一首歌，然后就指导他们，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有发现到，哎，我带的这个团队里面的一些学生的精神面貌啊，还是等等，就是在指导的一个过程中，他很欣赏，所以呢也派我们说去那个法国这里，然后也给这些小老师也给他们一些佛光经典一些指导。所以我们其实这次去到巴黎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是一个跟佛光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青年，然后一起来做一个表演。所以我们去到法国是做这个表演的部分，然后可能现场可能也到时候也是会有一些指导的部分。那么到时候这个在法国的这一个公演呢、有多少的人参与？我们这一次去其实是十多位、十多位，有人赞助那个机票那些的啊、就是马来西亚佛光山。对，那就还好，是我们是受邀请不需要担心这个经费的问题是。那么据我所知道的，你们在训练这些学员，那么在训练这些学员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难度吗？好像是听说你们要之前就先预录一些片段，这样子分发给那些学生之类的，就是这个你是讲说巴黎的这一场？是的，巴黎的这一场其实是要的，因为里面的表演的人其实他是来自全马各地，对，有些从 JB 下来，然后上来，有些从北马下来的，北马波里斯啊，我们没有多少的时间去训练。我们其实剩下很少时间，因为我们现在的比较主力在积极筹备的是7月14号福中的这个百年校庆。所以我们7月15号那个才是法国巴黎，所以我们同时这个是业余要做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去兼顾啊，有那么多的这些表演，我们就同时候准备两场不同的演出，是截然不同的演出。对，这是一路走来我们都是这样子的。那以前在做这个墨西哥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又同时就发这张专辑，然后这边也是我们里面有20多首歌曲都是我们自己写的，对，自己作词，我
作词，他作曲，对对对，所以变成说自己录，又要录音，要做专辑，然后要排演，然后要做服装，嗯，然后这个手册也是我们的团长他设计的，对，所以还有一些 video trailer， 也是，所以全部一脚踢，嗯。是，再加上正职，应付得来吗？再加上正职，所以我就想说，我们蒲公英就是有能够身兼多职的这个特质，是从小训练的，老师也是从年轻训练到现在，老师是有练过的，有练过的。是的，是的。那么可以谈一谈你们那个芙蓉中学的那一个表演吗？嘿嘿，好。为什么他们就是邀请你们去，他们自己没有那个人手去表演吗？其实他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他们百年校庆，他们有很多场的音乐会，还有一些晚宴，然后他们学生团的那些的演出其实都还有。不过他最后一天的这个表演的部分哦，是他们有邀请到这个大马的歌手巫启贤，对，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演出部分呢，是他们百年校庆的最后一场，对的演出，然后是我们搭配这个巫启贤这个大哥，然后一起把这个演出的部分做好。我们的是表演前半段，他是表演后半段，不过中间有一些部分呢，是我们会跟他一起合作的，同台演出，都是以合唱团的形式，还是因为其实我们的表演形式是蛮多元化的，就是虽然我们是号称合唱团，是的，大家都想到啊，大家齐拉手啊，一起唱着那一种高音。我觉得我们有更大的不同点是在于说，其实我们应该讲我们是一个创作团体，创作对，表演团体，对对，因为我们的表演形式也是我们集思广益，然后不过主要那个演绎是小林老师这边哦，他们都叫小林老师这边在带，然后我主要是在这个音乐上面的制作，有时候一些我们音乐组的 live band 的演出，或者是在 studio 的这个部分啊，主要是我在 handle 的，所以我们做的东西就跟一般美声合唱团做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的表演形式呢也是会很多元化，有时候会结合一些戏剧的元素，有时候有一些传统的合唱在里头，然后有些是舞蹈，然后演绎，还是一些可能是我们的一些合奏的部分，独奏或者是伴奏等等，就是乐器的演表演。是的，据我所知道的，就好像你们说的那一个刚刚落幕的那个墨西哥奇幻之旅啊，就是一个音乐剧来的，是是是，这是很难以想象，而且就是里面的那些音乐还有那个故事的编排，全部都是由你们两姐妹自己去创作出来的，是是是，对，可以谈一谈那一个音乐剧的那个构思，为什么你想到会有这样的概念出来？刚开始没有想太多的，其实就是你不要以为我们什么东西都真的是想很多，我们就是没有想太多，我灵感就来了，是就觉得说哎可以做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做的，我们是这样子，然后在做的过程中再想想看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解决，然后一路这样子跑。我觉得说如果刚开始哈是很多东西，比如说金钱的压力啊，什么压力想太多，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能做，就不能够做。